아니 너 그렇게 하면 나와. 가만히 있어. 은근히 안 믿어요. 너 대놓고 안 믿는다 소리네. 짠 됐지? 짠. 아이고. 요렇게. 네. 와우. 听不懂主播说什么。大家，这个是今天我们的摄影师哦，在和你打个招呼。下午好。我们 Angel 的照片都是这位摄影师拍的哦。对，사진은대부분을찍어주시는우리 비블님입니다。这个是我们 Angel 的多数照片都是由这位 비블님 拍摄的。那希望他今天也能拍摄美美的照，以后分享给大家。我们要开始了哟，好美的呢！我是来学外语的，你们信吗？信啊，怎么不信呢？哇哦！哦，물고기！이렇게다이쁘네。哇，里面还有鱼呢，水里面还有鱼。这是今天拍摄的第一套衣服。今天一共也是会有三套衣服，那这个是第一套，我们是先在这边拍一下，等一下呢，我们还有第二套和第三套。今天我觉得穿得非常漂亮，非常好看，也不倒贵死了。谢谢。谢谢。那한번봐머리이상한것같아。那先确认一下这个发型会不会好看。等他去换衣服，我就啊，那您很聪明啊。这个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外套不热吗？嗯，其实今天天气很热，韩国首尔的天气都已经有33度了，但是现在头不假的鸟不要，很热，主播说很热。现在正在和我们拍摄师摄影师讨论是要拍横着拍还是竖着拍，两个人正在商量。我们主播说特别喜欢拍半身照。对的，是在拍写真。带大家往这边再看一下啊，这边来来。我们 Angel 说很恐怖，很害怕。原本是说想拍一半身的，然后后来他爬到上面，拍成了全身。你会把摄像头转过来吗？怎么转呀？今天呢，是我们晚上就没有直播了，因为今天白天呢，我们Angel是有这个拍摄行程嘛，我们就现场在外景给大家用手机直播一下。晚上的8点到11点是没有直播的。잘보여？能看得清吗，Angel？安吉拉说：“她现在漂亮吗？”“엄마나 TV 나왔어。”她说：“我现在在外面。”“妈妈，엄마나 TV 출연했어。”然后跟安吉拉说：“妈妈呀，我现在上电视了。”
大家能看得清吗？哇，这套衣服我觉得今天很漂亮，我刚才见到的时候我觉得好惊讶呀，感觉很清纯很漂亮。近点吗？我近一点就影响摄影师了，就卡盖有了。这下大家能看得清吗？感谢倔强。哦，서울에있냐고물어보고있어요。对呀，在我们在首尔。现在首尔的天气非常好。哇，我们 Angela 真的实物本人，人超美，脸超小，特别漂亮。那大家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所以说大家要，就是和大家先说一下，晚上8点我们是没有直播的，因为今天呢，我们是 Angela 特别在外面拍摄这个外景照片，然后今天拍的照片呢，之后就会上传到微博呀，还有他个人的 Instagram 上面，在直播当中也会让大家看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如果还没有点击关注的，麻烦大家点击一下关注哈。今天天气真好，外面呢，现在这个后面它是有一个喷泉的，那喷泉呢可能大约在5点会喷，所以说现在呢暂时可能是没办法让大家看了。조심하세요，让大家看一下，哇！我中中了的。看弹幕啊！我觉得最多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主播的话，我可以帮大家问一下哈。关于其他的问题就不用谈了。喂。大家看一下孩子们吹的这个泡泡好漂亮啊。哦，看到了吗大家？啊，有一个飞过去了，哇，飞得好远，这边还在，让大家看一看。小朋友在飞，在飞，这个泡泡好漂亮啊。主播有男朋友吗？主播没有男朋友。남자친구있냐고요？大家就是我们主播的男朋友啊。如果还没有点击关注的，麻烦大家点击一下关注。主播나이가어떻게되세요？哦，对的，哦，不好意思，我挡镜头了，我还得撤一下。现在因为要拍一个全身的照片，我让大家从远景看一下他们现在拍照的情况。这里面会有鱼吗？我先让大家看看。哇，这不会手机掉下去吧？哦。这边我们 Angela 正在拍照哟，好美呀！我之前过到那边，因为都把它挡上了，所以说摄影师让我走远一点，让我离开，所以我就过来了。等一下，我会再走近一点。哇，又飘来了，这个泡泡好漂亮。哇，主播多大了？等一下，我帮您问一下哈。黑色记忆，因为我们现在安正呢和我们摄影师正在讨论。等一下，我帮您问一下啊。我们也偷看一下好不好？哎，哎，
어? 응? 어 지금 오. 오. 너무 빨리 지나갔어. 好像照片是不是过得太快了，大家没看清是吧？哦，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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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세인가？还是18岁呀？까먹었어，忘记了。17岁以后都까먹었어，在17岁之后的记忆就记不清了。까먹이，哇，那边有乌鸦耶，让你看一下。까먹이서식지야，哇，这个地方。까먹이자기은신처야저기들어가면싫어해。看到了吗？那个是这只乌鸦的家哦。要是过去的话，他会很……主播说，如果要是过去的话，他会很讨厌的。哇，他说乌鸦真的好聪明呀，没有逗您呀。哎呦，干嘛那么现实啊？自己说十七就十七嘛，非要那么执着。40多岁的你有点过分了啊。安德拉17岁，18、17、18。女的说17就是27，要么30。哎呦，您看来个在行的不是？很懂吗？所以说这样的问题就不用问了，有很多东西都是秘密的。切镜头怎么切呀？那好吧，我这样切。你想看左、看右，还是看上，还是看下？多给你面子呀。你说看哪边，我就给你切哪边。啊，那这个是做不到。我们现在是在首尔，韩国的首尔，给大家进行直播。啊，大家现在说的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主播吗？今天呢，我们安着的是外景拍摄，那拍摄之后呢，就会陆续上传到微博呀。做不到。对了，哦，余中登，下午好，余中登。啊，因为呢，我们今天拍摄的照片呢，这应该是李开心吗？这个后面是谁啊？是这怎么读啊 ？LYKASHIN， 下午好。游戏连跪一点都不好，游戏连跪就来看 Angela 吧，转运女神。언제 연애하고싶냐고요？我就想和直播谈恋爱。这是在韩国的首尔啊。那现在因为我们今天 Angela 呢是有下午的拍摄行程，所以说今天晚上是没有直播的，就在现在这个时间给大家直播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今天会有3套衣服，这是第一套，我们刚刚拍没有多久。那今天拍的照片呢，以后整理好呢会上传到微博呀，还有我们的在直播当中也会和大家分享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微博还有我们的直播。哇，这是在哪里？我已经回复3遍了，如果事不过三哦，我是最后一次说在首尔，如果再问的话，哎呦。现在呢是 Angela 确认拍照的时间，因为刚刚拍完嘛。感谢我是小蓝凤凰的鹅蛋。
那大家再看一下，那周围呢，这个环境，哇，好安静啊，这一切我都觉得真好，今天真好。翻译小姐姐在屏幕上标注一下吧，标注什么呢？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告诉你两个字，知道这个两个韩语的这个中文翻译是什么意思吗？叫危险，明白什么意思吗？危险。 OK， 太多的私人问题大家就不要问了哈。OK，처녀냐고물어보겠어요당연히처녀지당연히당연히질문이라고하는거야지금你现在问的是问题吗아야나머리가이상한거같아아야我现在的发型好像很奇怪呀근데머리풀면더이상할수도있는데네뭐또现在我们还真的很是不满意这个发型，可能要이번건쨍하게찍는거니까응잠깐머리를풀겠어혹시이화면을좀살짝내릴수있어요이렇게이게아니이따가만약에사진촬영할게아니왜왜왜만주가사람3분의1밖에안되어가지고좀더내려볼게시끄러닥쳐만주 그런것좀요구하지마 어디테일해만주약간 머리머리가마음에안들어现在안주도不是很满意自己的发型아머리가이상해어떡하지아这个发型好奇怪啊怎么办呀못고나와가지고因为刚刚我是把头发扎上的큰일났어이거어떻게수습해야되지아这个问题真是大了要怎么把这个头发整理一下好呢나너무땀이났어지금而且我流了太多的汗위에게생각보다두껍잖아요지금어맞아我爱你한국어로어떻게말해요사랑해我爱你的韩语就是这么说사랑해그러면본인의이름한국어로어떻게말해요조세희我们安吉拉的韩语名是조세희짜우시씨조세희여기동네에서아파트하나 사려고하면돈얼마나들어요많이들어요要是买一栋房子的话要花很多钱사고싶다나도安哲说他也想买나도사고싶은데너무돈이많이들어其实我也想买啊但是真的是要花好多钱呢너무비싸太贵了나도사고싶어我也想买呀베이징이랑상해보다는안비싸但是和比起北京上海来说并不是很贵北京上海너무비싸比起北京上海呢北京上海太贵了몰라나모르지만들었어我只是听说哈当然不确定홍콩도엄청비싸다고들었어나몰라也听说香港也很贵다른데가서도촬영할거예요여기오늘계속여기만있을거예요여기서많이벗어나진않을것같아感觉这个风景就会在这附近拍的不会去其他地方了아모르겠다머리이상하다我觉得我的发型好奇怪呀일단한번찍어보러갈게요那现在我就去拍咯와와와와와동전다왔지사이클나你会说别的语音吗？别的什么语音呢？是语言的意思吗？
Angela 会说韩语，还会说中文。大家如果要是想交流的话，当然打拼音，平日的时候可以跟他打拼音进行交流，但今天因为他很少看摄像头嘛，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帮大家转达一下，大家直接发中文就可以了。大家可能会强求说我们现在这个镜头上面啊，这样的人物看起来可能会多一点吗？因为啊，不能，摄像头是不能太往下的啊。现在我们 Angela 呢是在外面拍照啊，我是。那今天呢就是我们 Angela 有拍照行程，一般的时候因为我们 Angela 是车模嘛，她可能会就是拍照也是她的工作之一，会不定期的拍照。然后今天呢是她入春之后的第二次拍，之前拍的在微博上已经上传了，大家之前看的樱花的也是我们上个月刚刚拍的，很漂亮。那今天是她第二次拍摄，今年的春天的第二次。然后我们拍摄完之后呢也会在微博上面上传。让大家看一下，哇啊！大家能看到吗？分钱开始了耶！刚刚还说呢，那谁是主播？当然，我们Angela是主播呀。我呢是帮他翻译的，对。啊，刚刚好喷泉喷出来，真的是好漂亮啊！哇哦，不是说五点，没有哦，我们说国内时间，啊，韩国的时间的五点，韩国时间的五点，但是现在韩国时间已经四点半了嘛，他就提前。来了，来了，终于。哈哈哈哈！哇，真。哇，너무예뻐요，真的是太漂亮了，我觉得。啊！离近一点，大家看一看。달이너무예쁘다고했어요 对的，我们的开播是在国内的三点一十左右开始的，现在我们也没有开播多少。那现在呢就是确认的时间，现在我们今天会拍三套服装，今天是第现在是第一套。啊哈，那边还有小朋友在那边是在抓蝌蚪吗？好可爱呀、啊！感谢哦，你也是有美好的一天哦。对的，中国和韩国有一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才是我们的第一套哈，今天会有三套的。那等一下三套都拍摄完之后呢，再过几天我们就会上传到微博。好美啊！我想不一当然有比基尼啊，您可以去微博里面看一下，微博里面有很多 Angela 的照片。之前我们 Angela 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去了一趟越南，然后之前先拍了很多泳装照，您可以去看一下，在主播的微博里面 Angela 4C 里面有。哦，现在就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靠运气啊，就开这么一会儿就没有了。啊，都开始了。啊，我们安哲的时候我让他开了，他就开了。
天哪，您问的是问题吗？谁能有它好看啊？安哲真的很漂亮，很美。不，我是他的翻译。哇，稍等一下，我们来这边再看一下它，拍照。还有很多小朋友，拍个喷泉，然后 P 图。哇，这样拍的真的很好看呢。对的，现在这边是韩国，我们这边是在首尔进行直播。那我们 Angela 呢，因为是车模嘛，然后会定期的不定期的拍照片，所以说啊，拍完之后呢就会上传到自己的 SNS 上面，比如说国内微博上面都有很多我们 Angela 最新拍摄的照片，大家可以去观赏去看一下。那今天白天我们直播了之后，晚上我们就没有直播了啊，大家。他说很漂亮，安德说很漂亮。我们这位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都很漂亮，之前的大家看到的也是他拍摄的。很满意，我们安德很满意拍这次的照片。之前所有的几乎大部分的照片都是这位摄影师帮忙拍的，他拍的非常好看。三，已经没电了。나나고여러분여기지금여러분여기지금분수쇼를하고있습니다大家这边现在正在开喷泉哦。三，시원해。哇，感觉好凉爽啊。너무시원하다，真的很凉爽。저기원래까마귀서식지인데저기사람들이들어가서침범했어。那个地方原本是乌鸦的休息区域，然后大家人进去了嘛，孩子在里面玩，所以提高他们的，就把他的地方给占了，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去到那个地方。真的好凉爽啊。哦，끝났다끝났다，结束了。저기이제한의수를하러한의수를해야됩니다。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去换衣服。啊，又开始了。계속하고있어또다시하고있어。现在又开始了。이제한의수를하러다녀올겁니다。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换衣服了。여러분날씨더운데저기뭐하는거야？날씨더운데더위조심하세요。大家最近天气真是太热了，大家一定要小心防暑哦。我现在呢就去换衣服喽。换衣服하러가실까요？大家也去吗？也去换衣服吗？哇，시원해！哇！换衣服하러가실까요？大家我去换衣服喽。같이가요？어디로가요？보안하나한테아거기요그러면여기서너가분수보여주고있어아나그래그럼되게편할것같아분수쇼를보여주고있어탈가오메쇼도보여주고있어네네지금버튼으로되면운영할수있어아별로같아요장미인데찍고장미앞쪽에더비어기대안좋아찍고지금뭐우리방문이에요내가돌려줄까어디서돌려줘야돼요오케이아됐어이제돌아됐대요하하我们这下雨呢，这边明天会下雨，周一的时候可能会下雨，明后天吧。大家，我们安静的去换。